想想你在画什么？我在画谁东西？嗯，吴心怡在画什么？我在画十字架。十字架？你口渴了，你的爹爹呢？这个。不是啊，那个是老师的啊。这个。你的水壶呢？这个。啊，你今天谁跟你来？有可以帮我画一个太空船吗？太空船太难画了。那可以画一个超人吗？超人也太难了。凯凯，你在画什么东西呀？歪来歪去的。我都没有画到，我一直给我都没有画到。都没有画到。哇，怎么画一个这个啊？有地祥，我给你画，画这里吗？啊，你是老板，老板。哇，闪电哦！哦，你这个是波吗？哇，要倒下来了。的哦。大蛋，大蛋。那是什么蛋？蛋，人的蛋。哦，不是蛋蛋的蛋哦。不是。黄一凯，你们三个，你们三个转过来照个相，来，你们三个好朋友照个相，来，翔翔，翔翔跟依依转，依依，你们三个一起照相，耶，这样子。凯凯不要这样子，站站好，站好，嗯，也不要这样子，想看这里。